This is my friend Yunqing, and he has a tea cake worth $300,000. 你会怎么分别哪个是真的老茶，哪个是假的老茶？可以分别的，它那个颜色，包括这个书上都会有。他们会写下来他们不同的票，都长得什么样子的。这样一来，你知道你拿的就是真品。哇哦，觉得这个市场价，你这种茶？陈云浩市场有卖的话是200多。一公斤还是一饼？一饼。对，200万。哇哦 ，2 million。就是我在手里那个茶，你去看分量，你拿一下。我拿一下这个 ，OK， 这比较轻，哦，这个很重，这明显是重了一倍，对，至少重了一倍。它同样的克数，它手感都很奇妙的。所以它为什么会那么轻？飞花掉了，就飘到空中了。天哪！Unbelievable. This is why I get into this stuff. It's like crazy. Wow.